近日因电视剧《庆余年》的热播，老戏骨陈道明又火了一把，其饰演的庆帝成为不少网友热议的焦点。近日64岁的陈道明近照曝光，头戴鸭舌帽，身穿迷彩花色羽绒服，看起来相当时尚有活力，与友人在某餐厅畅聊到深夜才离开。没准陈道明的此次亮相会在书圈引发一股穿衣的模仿风潮。非凡娱乐，时